在这一片欢乐的歌声中，却有一个角落显得特别冷清。这儿风车不摇，船儿不动，麦苗被积水淹没，沤田里无人耕种。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？大队长，上工的人还是不多。真糟糕，人家队上是活龙活马，咱们队上冷冷清清，照这样下去，这生产任务怎么完成？这个队真难搞啊！哎，社员们一个比一个落后。依我看，也不能单怪社员落后，眼前正是青黄不接，谁还有心下田出工啊？大队长，你就别犹豫了。瘸大爷不是说了吗？只要把粮食往下一分，管教人人高兴，个个干劲冲天。广西啊，这粮食可是稻种了。要是分喽，将来下秧种子不够怎么办？嗨，只要是把社员的干劲先鼓起来，肥鸡够了，田整好了，到时候缺少稻种，公社还能撒手不管。这事儿还是等合着出来了再说吧。嗨，谁知道他哪天能来呀？眼前就没人出工啊。广清，哟，队长奶奶。广清，看你这人忙的饭也顾不上吃了，走，快回家吃饭去。有事。哎，等等，瘸大爷带给你的。哎呀，省着我跑腿了。乖乖，多漂亮啊。不错不错。给咱小宝做的衣裳多好看呢！你哪有钱买这个？瘸大爷给垫的呗。哎，自己没钱嘛，又买什么衣料？呵，贱妈衣料子有什么了不起？等你有钱还他就得了呗。就是嘛，这算什么？瘸大爷不是外人，什么事你都管。走。大队长，大队长，这分稻种的事儿。分稻种？哦，是这么回事。眼前不是社员们生产情绪不高吗？瘸大爷出了个主意，想分点粮食鼓鼓干劲儿。哎，这可是个好主意啊。是啊，瘸大爷整天就看书看报，对时事政策了解得一清二楚，这几天报上不是一再强调要关心群众生活吗？咱们这么办也合乎党的精神呢。再说无论谁来也得发动群众先搞好生产。就是，还是瘸大爷懂得多，哪次不是人家给你出主意想办法呀？广清，啊？社员不下地干活，确实也是个大问题。广西，您就斟酌着分一些吧。好。苏芳，啊，怎么回事？走，咱们看看去。陈会计，我家最困难了，你是知道的。我家更困难，穷得连老鼠都啃房梁了。哎呀，没走呢。这回分粮，人人有份。陈大木，会嫂，陈广和，会计，啊，会计，会计。要分什么粮？哪来的粮食啊？咱们仓库里的。什么？要分稻种？这什么时候决定的？刚才大队长决定的。广西啊，这分稻种可是一件大事，队委会也没讨论呢。是啊。还是等何支书来了再说吧。严大伯，何支书什么时候来呀？刚才在镇上我碰见他，他说今天准到。景怡，嗯，景怡，新派来的何支书今天就到啊，来得好快呀、啊！
你准备好了？早准备好了，走。你看行吗？这床太显眼了，还是先用那床普通花布的，等他躺下来，再换上这床缎子的也不迟啊。听说姓何的不好斗啊。不要紧。彩花，快把我那件破褂子拿来。哎，这件。对，就是他，你也准备准备。瘸大爷，瘸大爷，那姓何的马上就到。知道了，条子发的怎么样了？哎，叫老严头吵的没发完。没发完，那道种分不下去了，怎么办呢？那就索性等姓何的来了再说，他同意分道种，以后就好办了。那他不同意呢？不同意，我就要先摆个难字给他写，叫他在小陈庄站不住脚。小陈庄的印把子还是掌握在我们的手里。广西啊，你赶快去找达队长，叫他一定要把何文进请到我家来。好，等等。彩花，把酒瓶子给他。哎，你打上一瓶酒，等姓何的一进大门，你就拿着酒瓶子在砖上这么一转，叫大伙儿知道，今天我家请客，请的是何支书。老何，是你呀？啊，管清，没进村就干上了。老陈呐、啊。你看这麦田里积了这么多水，要是再下场雨，咱们这麦苗可就完了。不要紧，赶明天派几个人把水放了就没事了。走吧，快进村吧。来来来，我来。咱们队的工作不好搞啊，老何，你来就好了。哎，有事咱们一通商量嘛。哎，咱们到这儿坐坐。这是谁家？大队委员陈景仪家。他工作很热心，对队的情况也很熟悉。走，咱们一块儿谈谈。这房子可真不错啊。贫农，解放以后才翻的身。哦。广清啊，这位是？哎，我介绍一下啊，这是队委陈景仪。哦。这就是何支书。哦，何支书，欢迎你啊。瘸大爷，慢一点。怎么，你的腿不大方便呐？腿不灵了，在解放战争的时候支援前线挂了点彩。哦，没什么。哎，他还是我们小陈庄的一位功臣呢。不敢不敢。听大队长说你对队里的工作很热心呢。哪里哪里，替咱们贫苦农闹翻身，跑跑龙套。请到我家坐吧。哎，广清，咱们还是到大队部去吧，这比大队部安静。老何，请吧。哎呀，何支书，我们真是欢迎你呀。这是我的爱人。这是我们模范仓库保管员蓝彩华同志。屋里坐吧。好。请坐请坐。好。老何，坐下坐下。请抽烟。有有有有。何支书连颗香烟也不肯抽，真会当家过日子。是啊，咱们小陈庄有何支书来当家，一定是五谷丰登，六畜兴旺，各行各业大跃进呐！啊！何支书一进了村就到瘸大爷家了，打酒。上他那去了。广玉，你们干什么去？欢迎何支书。哎，早来了。在瘸大爷家坐了老半天了，怎么到那儿去了？你看，打酒，准备给何支书接风。哼，还等着欢迎呢。走，看看去。走走走。会计，会计，我们到处找你啊。什么事？这粮食还分不分了？依我看，这粮食还是不能分，这是稻种啊。主要是因为沈园生活有困难，生产劲头不高。哎，
何支书，这也是万般无奈才丢掉了死法，想出这活法来。这样做跟社员商量过吗？党关心群众生活，社员当然高兴了。所以对于会研究过没有？虽说没有开会研究，可像瘸大爷、陈会计他们是极力赞成啊。哎，广庆同志，这稻种分下去了没有？本来嘛，大队长想等你来了再说，后来大家等不及了，条子已经批了，准备马上就分。哦，既然这样，还是等队委会研究研究再说吧。研究？对，还是何志树想的周到。广庆，咱们应该好好向何志树学习呀！啊，广庆，走，咱们到大队部去看看。哎，菜花。哎，闪开，闪开，瞧，闪开！还有菜呢，这家里瞧瞧，这干什么？走，不，这是咱们会计陈广熙同志，工作很积极啊。何志树，咱们进去看看去。又大鱼大肉的吃上了，走吧，走吧。猴子没走，又来个姓孙的。何志叔，要下雨了，正好吃完饭就在我们家住吧。不麻烦了。老何，快坐，快坐下，快坐下。何志叔，请坐嘛，别客气。行吧，行吧。老何，来，快来吃吧。坐吧，坐吧。这是特为我准备的吗？家常便饭。你们家这个生活可真不错呀。托毛主席的福，社员们生活都这样吗？差不多。何志叔，喝酒吧。哎呀，可惜我没这个口福啊。广庆，走，咱们赶快去挖掘放水，抢救麦苗吧。哎，吃了再去吧。对嘛，不，这是一场雷暴雨啊。哦，老何，老何，我正找你，吃的住的都准备好了，快走吧。好啊，老严呢？咱们还是先去挖掘放水吧。广庆，哎，你快去喊人去。好，走走。你看，姓何的不好斗吧？挖掘放水去了！挖掘放水去了！彩花，快把我蓑衣拿来。干什么去？我也去。这么大雨？哎，你不懂。对，我也去。广西啊，你赶快去找陈有才，趁着下雨，叫他把咱们那些个稻种赶紧运走。好。挖掘放水去！瘸大爷，你怎么也来了？你们都夏天来了，我在家能待得住吗？你腿脚不大方便吗？没什么，这生产上的事情我能不关心吗？有才说，有才说，瘸大爷叫你。什么事儿？你到那就知道了。不，你告诉我什么事儿？运点粮。运粮？又是稻种？就这一回了。不，我再也不干了。有才叔，我告诉你，社里派了何支书，一来就查问稻种的事儿。要是把去年运稻种的事儿也查出来，咱们都够受的。别糊涂了，快走吧。有才叔，赶快藏在黑衣贼帐里，快！
看这是什么？啊，缆机船。老何，你等我去停条船来。不行啊，老爷子，来不及了。你快看看那边这船的绳子怎么样吧。老何，你可要小心呐。走吧。哎呦，谁呀？哎，有才呀，下这么大雨你到哪儿去了？我下天了。哦不，我有点事儿。哎，这个人的神色不对呀。他有病，家里生活又困难。队里帮过他没有？提起来话长了，走吧，回去慢慢说吧。是不是昨天夜里淋了雨，身上着凉了？哼，不是身上着凉了，是一盆冷水把我的心浇凉了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要不是为了你呀，我早离开小陈庄了。好大的志气呀！你留在小陈庄难道就是为了我？广玉，你心里有什么话你就说嘛。眼巴巴盼了个何支书，没想到也是跟他们一伙的。怎么了？昨天一来就先到了陈家门楼，人家有烟有酒有鱼有肉，还不是跟大队长一样吃得昏天黑地的。这不可能吧。广玉，何支书是党派来的干部，我们应该相信他。相信他啊？那我问你，关于分稻种的事他是怎么说的？听严大伯说要开队会研究研究。研究研究？我看呢，研究不出什么名堂来。广玉，你们看见何支书了没有？没有。也不知道哪儿去了。何支书吃早饭了。看见了吧。广玉，我找严大伯去。何支书吃早饭了。大家赶快上工喽，快上工。哟，队长奶奶。广西呀、啊。怎么你也上工啊？可不是，我在家忙的连穿针的功夫都没有，可你大哥又让我去上工，说什么干部家属要起模范带头作用。哼，何支书这么一来啊，他的规矩也多起来了。哎，这也难怪大队长，俗话说一家有一主，一庙有一神儿嘛。哼，我住我的庙，他当他的神儿，高兴了我就夏天劳动劳动，要是不高兴呢？八人大脚抬我也不去呀。那你今天也高兴，我也不高兴。哎，队长奶奶。嗯，你看瘸大爷给你买张戏票让你赶紧去拿。什么戏呀？梁山伯与祝英台。哎呀，太好了。怎么又不高兴了？你才不高兴呢。快点快点，队长奶奶不上工，你怎么不管呢？会计，会计，我的财神老爷，这粮食怎么还不发给我们呢？还发呢，调的不管用了。哎，这不是大队
长亲手批的吗？哦，是这么回事，何支书不是来了吗？他说要开会啊，研究研究。何支书，吃早饭了。哎，广西啊，看见何支书了没有？没看见呢。给他煮了碗元宵，都快凉了。你到那边看看去。哎。何支书，吃早饭了。怪不得不让分稻种呢，原来是他有元宵吃啊。大婶儿，你别老这么喊了，可就找不到呢。大婶儿啊，何支书可能在当里头。哦，走，我给你一块儿去找。哎，走吧。看来问题是不少啊。是啊，老何，这就要靠你多想办法了。哎，一根木头撑不住天呢，咱们还是得倚靠群众呢。哎，老严，嗯，那是谁呀？哦，是桂生他们。走，找他们聊聊去。好。桂生，桂生，这是何支书。嗯，走。老何，走到那边去看看。广成，老何，你刚来，他们对你不了解。严大伯，哦，广玉啊，来来来来，这是陈广玉，共青团员，这就是何支书，不用介绍了，昨天晚上就认识了。啊？你在哪儿见过何支书啊？在陈家门楼的饭桌上。嗯？哦，昨天在陈家门外说话的，原来是你呀，广玉。昨天晚上讲些什么？像我这样人有什么好话讲？既不会说客气话，也不会拿烟拿酒的招待。什么？广玉，你把何支书看成什么人了？他是什么人，我就把他看着什么人。你呀，你呀，昨晚何支书在陈家门楼，烟没抽一支，是酒没喝一口啊。大雨一下就带头挖缺放水去了。老严，你算了，别说了。不行，你睁开眼睛看看，眼前这田埂上哪儿没有老何的脚印啊？你这个愣小子，你再看看当里的懒泥船吧，要是没有老何，早刮就没影了。哎呀，何支书，我可找到你了。什么事儿？我给你送了碗元宵来，你快趁热吃吧。何支书，蓝菜花大婶到处喊着找你。哦，何支书，你太辛苦了。哦，那你也太辛苦了。哎，这话说哪儿去了？快趁热吃吧。不，我在老严那儿吃了。我这可是特地为你做的呀。谢谢你，我不吃。何支书，这么老远的你还让我端回去啊？你端回去吧。走吧，小伙子们，干活去了。走，干活去。走走走走。嘿，蓝菜花，这回拍马屁拍在马腿上了吧？你说什么呢你？给你吃，给你啊！何支书，何支书，我，你说嘛。我是个共青团员，看到队里生产搞不好，心里真是着急，浑身使劲就是使不上。后来听说你来我们这儿，
别提有多高兴了。可是我，何支书，我们也和广玉一样，你别生气呀。哎，我生什么气呀？好啊，你们都是好小伙子，以后有什么问题啊，咱们常谈谈。啊，何支书，那道种还分不分了？你说呢？我说呀，坚决不能分。好吧，你们放心干活去吧，晚上我们就开队委会研究。嗯。何支书，以后啊，你就看我们的好了。走，干活去了。走，干活去了。方姑娘啊，大婶儿，大婶儿，你怎么了？哎，怎么了？你有才叔又病了。怎么？昨天晚上他淋了雨，一回到家就又发烧又发冷。大婶儿，你可要赶紧给他治啊。哎，眼下别说花钱治病了，连吃的也顾不上了。大婶儿，你到哪儿去啊？听说队里要发粮食，会计叫我去领张条子。大婶儿，可千万别去领，那是稻种啊。稻种？哎，大婶儿，你别着急，我家里还有点粮食，你先拿去吃着。走。大婶儿，你慢走啊。哎，谢谢你啊，素芳姑娘。大婶儿，你快照顾有才叔去吧，晚上开队委会，我再把你们家的困难提一提。哎，我同意何支书的意见，稻种是我们搞生产的命根子，分掉稻种拿什么生产？哼，我看提出分稻种就是错误。什么错误？你懂党的政策吗？党的政策有这条吗？我说你就是个急些脑袋瓜子。我问你，党号召我们关心群众生活，那是什么？为这个事儿，我和瘸大爷商量了好久。这个当初要分稻种，也是为了鼓鼓干劲儿搞好生产。现在看起来，过去考虑的不够周到啊。嗯，是不够周到。是吗？俗话说饿死老娘不吃种粮啊。何支书说的对，广庆稻种是不能分呐。不分就不分吧，
广庆，下面是不是让大家讨论一下关于困难户的救济问题？啊？对。好吧，那大家提提吧。要说眼下困难的嘛，还真没几户。是吗？公社调剂的口粮才发下去不久嘛，省着点吃，都能顶着麦收。我说，有才大叔家可真困难，他家底儿薄，孩子多，这两年有才大叔又老生病，去年就没挣几个工分，我看呐，他家就该救济。哎，对，有才家可真困难。嗯，应该救济。对对对，还是素芳姑娘想得周到，有才家应该救济，有钢用在刀刃上嘛，我完全赞成。我也赞成。对，我也同意。广清，你的意见呢？反正是填不满的穷坑。哎，都是阶级兄弟嘛，不能这么说。好吧，既然大伙都同意，那就确定救济有才。有才叔。哦，广西呀。有才叔，病好些了吗？哎，你坐。瘸大爷叫我来看看你，还给你送点米来。哎，不，我不要。怎么，你嫌少？不，我还有吃的。什么？有吃的？怎么，何支书他们来过？何支书？没有。那是素芳姑娘借给了我点粮食。有才叔，何支书可始终没有放松稻种的事儿啊，这两天可到处查问呐。嗯，说不定要到你家来。啊？什么？到我家来？那有才叔，不要怕，有什么事儿瘸大爷给顶着呢。我告诉你，只要你不开口，神仙难下手。不管谁来，你就给他一问摇头三不知，没错。有才叔，千万可记住啊。好，我走了啊。广西，这粮食。什么粮食？没什么，是广西送来的粮食。哎呀，有才呀，咱们可不能领那个粮食。人家素芳没说嘛，那是稻种。这不是仓库的粮食，是瘸大爷让他送来的。瘸大爷，有才，我早就想问问你，瘸大爷为什么一次一次给咱们送粮啊？你问这干什么？有才，咱们可不能吃这不清不白的粮食啊！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说嘛。你这是查问我呀？哦，没吃的孩子们哭闹，有吃的你又追根问底儿，你们这嫌我还好受啊？嫌我死得慢呢？我说什么了？你又发这么大脾气？小红，去领弟弟玩去。有才，我觉着你这一年多来变了。整天就愁眉苦脸，动不动就发脾气。你老这样，我心里都好过吗？我看得出来你有心事，你不愿意跟我说，你去找干部们说说不行吗？你糊涂啊，你不找人家，人家还要来找你呢。瘸大爷，瘸大爷啊，姓何的亲自拿着救济粮到陈有才家去了。哦，亲自出马了。广西，你赶快去找那几个要分稻种的社员，跟他们讲，就说姓何的不同意分稻种，谁有意见叫他们找姓何的要去。对，
还在家吗？你就说我睡了。有才。哎，何志叔。大嫂，有才的病好些了吧？哎，好些。这是队上决定救济你们的一点粮食，先吃着，以后咱们再想办法。这。大嫂，你们家的困难我知道，你收下吧。有才在里屋吧，我看看他去。哎，不用了，何支书，里屋太脏。哎，没关系嘛，我又不是外人。哎，何支书，他睡着了，你坐。哦，好。坐吧。听说有才这病猖犯呢，这得赶紧给他治啊。治病。这样吧，回头我跟大队长说一下，你到会计那儿借几块钱，治病要紧呢。这没关系，以后再还嘛。哎呀，这房顶也该补一补了，这墙也该腻一腻了。有才又生着病，这怎么受得了啊？我下地回来又得拉扯孩子，又得照顾病人，哪顾得上啊？不要紧，明天我到公社去开会，后天我抽个空帮你们拾掇拾掇。哎呀，何支书，这怎么能麻烦你呢？哎，大嫂啊，你看你说到哪儿去了？咱们虽然不通村不通姓，可是在解放前我跟有才一样，也是给人家扛活的受苦人呢。常言说，千颗苦瓜一条藤啊。大嫂，你可别把我当外人看呢。以后有什么困难，心里有什么委屈，你就尽管跟我说吧。只要咱们能解决的，咱们尽量想办法。何支书，困难倒没什么，可就是有才他。何支书，何支书，你在这儿啊？哦，你找我。是啊，我想找你谈谈生产上的情况，顺便嘛看看有才的病。好啊。小红的娘，有才的病好些了？哎，钱大爷，叫你挂心了。哎，你刚才啊，是啊，我刚才到处找何志书，没想到他到你家来了。这真是太巧了。巧。何支书，这粮啊，粮啊，刚才何支书送来的粮。哦，何支书，真是太关心群众疾苦了。大嫂，这粮你就收下吧。不，何支书。哎呀，小红他娘，何支书既然送来了，你就收下吧。啊，哎，收下吧。阙大爷，你不是叫广西送米来了吗？我怎么能收两份呢？你对有才家可真够关心的。哎，小意思，小意思，我和有才是本家，又都是贫苦农，有困难互相帮个忙，这是我分内的事儿啊，哪赶得上何支书你对群众？这也是我分内之事嘛。啊啊。小红大娘，你先到屋里去，我跟何支书谈点公事。嗯。何支书，我想告诉你个情况。据我知道，去年欠收，队里的稻种留的不多，眼看要下种了，你可要赶紧安排呀。嗯，你想的可真周到啊。哎，有道是节气不饶人呐。对，节气不饶人呐。不过请你放心，我们会有足够的稻种，耽误不了下秧。哦，不知哪儿来的稻种啊？有啊，
我们有的是关心集体的群众，有的是热爱公社的社员，有了他们还怕没到种吗？哦，何支书真是事事依靠群众啊。不依靠群众，这一根木头可撑不住天哪。对对吗？啊，何支书，你找我？何支书，大家听说不分道种在大队部都吵起来了。广西，你应该替何支书做做工作嘛。连大队长都说不好，才让我来找何支书的。好，我去看看。何支书，小红他娘，有才正在病着，你可不能让他病上加病，病外添病。有才，好些了，快躺下，快躺下。道种的事儿你跟何支书说了没有？没有啊，这就对了，家丑不可外扬嘛。过去做错了，以后咱们改。小陈庄一笔写不出两个陈字来，陈是门中，临辈数我是族长，临年纪就属咱们俩大，以后有什么事儿全靠咱们俩撑着了，千万别听外人的花言巧语啊。这是你亲手批的条子，你说的话不算话，那我们有意见。何支书来了。哎，老何，你来正好，你给他们解释解释吧。怎么，听说有的人对不分道种有意见？好啊，那就谈谈吧。何支书，咱们小陈庄去年不是遭了灾吗？这会儿又赶上青黄不接的时候，这家家户户都有困难。可不是吗？家家户户都缺粮。是啊是啊。受灾以后，公社不是调来了粮食，安排了大家的口粮了吗？安排归安排，可那也吃不了几天呢。啊，照你们这么说，那一定得分道种才能解决问题。啊，对对对，先顾眼前吧。我们同意分道种。我不同意。何支书，我们有意见。好，你说吧。刚才我们开了个团支部大会，全体团员一致拥护队委会的决定，坚决不拿队里的一颗稻种。好。什么？你们拥护不分？不分吃什么？公社发的口粮是干什么的？不够吃啊。早吃完了。你们谁家饿肚子了？我家就不够吃，成天喝米汤，这前天都添了好几两了。慧嫂子，别说了，今儿早上我还看见你家吃油饼呢。你胡说，你造谣，你自私，光顾你们家自留地，你们无赖好人，你们光想往家搂。别吵了，别吵了。你们拥护决定好好执行嘛，跑到这儿来吵什么？大队长，你光问我们吵什么，你怎么不问他们闹什么？呵，这有个样子。不管怎么说，反正稻种我们也可以不拿。这是你发到我们家的条子，给。给。何支书，我们干活去了。好，你们去吧。无组织无纪律。大队长，这稻种到底还不分？不分。哎，广清。大队长。广清。大队长，怎么？广清，有的要分，有的不分，乱套了。姓何的怎么样？这稻种是不能分。大家想想，清明眼看就要到了，要是把稻种分了，咱们拿什么下种啊？俗语说，人无第一时，地无人一年呢。咱们可不能光顾眼前呢，是不是啊？这样吧，何支书你刚来，我们也别给你添麻烦了。不发粮，就给开个条吧，好让我去找个零花。还有我呢。你们这种想法可不对头啊。常言说得好，大河没水小河干，大河水满小河流，
锅里有了，碗里自然就有了。只要咱们把集体经济搞好，那还愁没有零花钱用吗？何志叔说的有道理啊。是啊，我看就这样吧，节气不饶人呐，道中已经决定不分了，大家还是赶紧回去干活吧。走吧。何志叔说的对呀，走，干活去吧。走吧，不分就不分吧。不分，哼，不分也保不住。有的人想吃就吃，想拿就拿，光便宜了他们吧。哎，老弟，你说便宜了谁呀？我也说不清楚。哼，没个清楚，一辈子也说不清楚。一辈子也说不清楚，光便宜了他们。他们，问题够复杂的。哼，没那么简单。姓何的，看你下一步棋怎么走。广清啊，我看那些闹着要分粮的人，并不一定真正是缺少口粮，主要是对保管有意见。啊？哼！做工作嘛，还能没意见？你看这样好不好？让胡素芳帮着他把账目清理一下。查账。何师叔，在我们家吃饭吧。不，不麻烦了。麻烦什么？可别走啊！春梅呀，上哪儿啊？打油去。大婶上哪儿啊？上仓库。又做什么好吃的？何支书在我们家，我想留他吃饭，没油了。何支书在你家？又开会呢？谁知道啊？就听说让胡素芳查什么账，我也没听清楚。春梅，别买了，哎，家到点去吧。哎，走吧。大婶。哇，哎，人家蓝彩华同志是模范仓库保管员，连夜对同志不信任，不太合适吧？哎，检查完了没问题，不就更信任他了吗？这样也可以让社员们放心嘛。不怕麻烦，你就检查吧。这样吧，等我到公社请示回来，咱们再开始吧。好吧，怎么都行。瞿大爷啊，瞿大爷，姓何的说他从公社回来就要开始查仓库。哼，你要我的心肝，我要你的五脏。素芳，素芳，啊，素芳不在家，什么事儿啊？等素芳回来，你告诉她，就说大队长说，叫她今天晚上吃完了晚饭，到仓库去一趟。到哪儿去？仓库。到仓库，什么时候啊？啊？吃过了晚饭。哎。
谁？我。素芳啊，你上哪去？到仓库去。这么晚到仓库干什么？奶奶说大队长叫我去的，不知道什么事儿。哎呦，照什么？谁呀？哟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你们二位呀。梁山伯与祝英台，一对手。你，广玉，快放哨去吧。哎。大队长，大婶儿，哎，大婶儿，大婶儿。门开着，灯点着，你到哪儿去了？哎，我没问你，你倒问起我来了。你私自闯进仓库干什么来了？大队长叫我来的。大队长叫你来的？钥匙在我手里，我怎么不知道啊？不对，不对，告诉你，胡素芳，你可不能走，道中少了你可要负责。什么？道中少了要我负责？哎呀，不好了！道中少了啊！什么事？什么事？会计，不好了，道中少了啊！还不快去喊人！哎，仓库道中少了！来人呐！仓库道中叫人偷了，有人偷道中了！王爷，怎么回事？不知道啊！快集合民兵，注意警戒！哎，怎么搞的？大队长，你快来看看吧！胡素芳私自闯进仓库。素芳，大队长，不是你叫我来的吗？怎么，我叫你来的？是啊，我奶奶告诉我的。笑话，我什么时候叫你来？你奶奶没说是谁去叫的，她说没听清楚是谁。唉，是吗？那么大的年纪，也许听错了。反正我没叫你来。哎，你们谁叫来？是啊，是啊，谁叫来？别管谁叫来，先问他怎么进来的。你说说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大队长，钥匙在他手里，他不开开门，我还能飞进来？哎，钥匙在我手里，我没开门呢。哎，那锁呢？哎，那锁呢？锁在这儿呢。这又是怎么回事？我知道怎么回事，你问保管员吗？问我？当然要问你了，这是你的责任。我在家吃饭，你不知道啊？叫我看，就是他把开锁进来的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怪不得刚才我看见他跟广玉嘀嘀咕咕的，我还当是谈情说爱呢，原来是商量着偷盗种啊！你我怎么样？哼，这可真是人人对面心隔千里呀、啊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呐、啊！不让我们分盗种，你们偷盗种啊！事情还没弄清楚呢。你们不要乱扣帽子，真是血口喷人。这无赖好人吗？谁无赖好人呢？你，你，胡素芳，上有天下有地，谁无赖你让他得不了好死？胡素芳，菜花儿，你是长辈，不要和孩子们一般见识嘛。素芳姑娘，听说你要和广玉结婚，
办嫁妆钱不够，可以打个报告，让何支书批一下，何必这样呢？你，我怎么样？素芳同志，人家在提意见，您要虚心点吧。大队长，你也不听听他们提的是什么意见，你可不能黑白不分呐。哎，什么叫黑白不分呢？你偷盗中我就能证明，你证明，你拿什么证明？哼，我看你是叫他们那几尺花布几斤面粉蒙住了眼睛，什么也看不清了。哎呀，广清，你看你看呢？胡素芳，你胡说些什么？太不像话了！什么态度？什么态度？哎，别吵，别吵了。广清，光这样吵一下也弄不清问题。我看还是先查查仓库吧。好吧。大叔，来。春梅，那边看看去。大叔，到那边看看。哎，瞿大爷，你快看，你瞧，这。哎呀，大婶啊，什么呀？大婶，你看，哎呀，看，地上有粮食。大队长，这么多，快来看呐，地上有漏的粮食。看样子是弄出去了，胆子不小啊！大队长，大队长，到处都查看了，什么也没发现。明明逃出去了嘛，怎么什么也没有呢？哼，有也不会说有啊！大队长，大队长，哈，胡素芳的口袋啊？什么？谁的？素芳，怎么回事？这大家都看见了吧？谁诬赖好人呢？大队长，他可把我害苦了。哎，哎，胡素芳，你怎么搞的嘛？胡素芳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说什么呢？我还说什么？我说这纸里包不住火，雪里埋不住人，这里面有鬼。你能说这口袋不是你的？是我的，是前天借粮给有才大婶家的。没想到你们就会用它来栽赃作证，陷害我。陷害你？你大队长啊，他这是说了些什么呢？这个真是蛇咬一口，入骨三分呐。大队长，你要不给我做主，我可就不活着了。元芳婶儿，大婶，挺好的姑娘，怎么会干这事儿呢？这事儿可真奇怪呀。是奇怪。广清，我看把有才找了问一声，就可以把事情弄清楚了。好吧，我去。哎，自觉点，严大伯，你看，广玉，别急，事情总会弄清楚的。对，别着急。素芳姐。别难过，等有才叔来了就好了。有才叔，要问起那条口袋，你就说是胡素芳拿走的。口袋啊，快，哎，就这么说啊。有才叔来了。有才，胡素芳借给你们家粮食，是用的这个口袋吗？是是。是不是胡素芳的？菜花，你让大队长问嘛。有才，是不是胡素芳又把口袋拿回去了？有才叔，你想想，这口袋到底是谁拿走的？好好想想。有才，是谁你就说谁嘛，怕什么？有才叔，到底是谁呀？你说嘛。有才，你想起来了没有？快说嘛！是谁？你这快点说呀！有才叔，你这你快说吧！不，你说呀！我头疼了。好了好了，回去吧啊！有才，有才！小混他娘，快回去！出什么事了？我看看去。哎呀，你找死啊！快回去！还是调查调查嘛！哎呀呀呀！乱吵吵什么？没调查，已经调查了。还调查什么？
有才已经承认了口袋是胡素芳的，问题不是很简单了吗？嗯，问题不简单，可他也没说这口袋是素芳拿走的。对了，老严说的有理，这事情还没弄清楚，应该好好调查调查。该调查，为什么不调查？哎，我看呐，大忙的季节，让素芳向大家检查一下，也就算了。什么？检查？凭什么叫我检查？呵，犯了错误不检查，眼睛里还有党吗？还有大队长吗？人家是党员，别说偷盗种，把仓库搬回家去也用不着检查呀。你胡说！胡素芳，大队长，你要给我好好的检查。素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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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广玉，你们俩快去看看素芳，这里有我呢。哎，素芳，素素芳，素芳，你怎么了？何志树，素芳，对，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。我已经把情况汇报了公社党委，党委指出，这样的情况不但小陈庄有，在其他地方也可能有，不但今天会发生，将来也还可能发生。因此，我们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，在这场斗争里，我们的共产党员和干部，有的可能会中敌人的糖衣炮弹，有的就成为他们攻击的目标。我们千万可要提高警惕啊！老何，你说的对，真是这么回事儿。何志书，我明白了。对，我们要经得住这场斗争的考验呢。现在我们马上要行动起来。根据公社党委的指示，首先我们要把群众安定下来，一面进行生产，一面清仓查账，深入调查。
景怡，道中过得怎么样了？快过完了。瘸大爷，没想到姓何的这手真毒啊。看来得想个退步啊。退步？现在得一手抓住陈有才，让他不露马脚，一手抓住陈广清这把大红伞，让他替咱们挡风遮日头，闯过这一关再说。钱大爷，黑嘴那船道种怎么办？赶紧沉掉。好，我去办。不，要让陈有才亲手去沉，这样保险走漏不了风声。嗯，什么时候？今天晚上。好。那广清呢？我有办法。这是我的辞职报告。思前想后，这队委的工作我不适合了。上了几岁年纪，人老不中用了。辞职？你说到哪儿去了？咱们队的干部本来就不够，你再辞职那就更成问题了。广清啊，你不当其事不知其苦啊。哎，都怪你大爷太积极了，得罪了人。胡素芳偷了道种不承认，反倒扯到我身上来了。瘸大爷，你不要难过，等今儿晚执委会我再把这事儿提提。广清啊，大爷怕你在党内受批评才写的这份辞职报告啊。哎，想当初解放战争支援前线的时候，我的腿打成那样，血流的哗哗的，我没掉一滴眼泪。可是现在，瘸大爷，想开点，我是相信你的，你还要打起精神来干呐。好吧，我听你的。虽说是辞职，可我心里老放不下队里的工作。队里的鸭子不是又没吃的了吗？我想叫有才到镇上去买一船鸭食。他的病不是又犯了吗？好了，那你叫他去就是了。哎，有才，这是我从镇上给你带来的药，你试试看，顶事儿呗。我谢谢你啊，何支书。哎，你看你客气什么呀？你坐，坐。哎，有才，听说你这一年多心情总是不大好，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心事？没有，没有。哦，这病。病？哎，有才呀，你这病是怎么得下的？是从前当长工的时候，叫地主给拿铁锨铲的。何支书，你看，每逢下雨阴天，腰疼的就直不起来呀。要不是解放，连命也保不住了。是啊。那种年月，咱们当长工的人都有一本血泪史啊。像这样大大小小的伤疤，你身上有，我身上有，咱们扛活争命的人谁身上不留下一块两块的？那时候地主恶霸把咱们当牛马，那是因为印把子在他们手里。如今
咱们把大印夺过来了，那些坏家伙们能甘心吗？不，他们到处钻空子，破坏咱们人民公社。他们还想让咱们子子孙孙的身上留下这样的伤疤呀。咱们小陈庄搞得这么乌烟瘴气，那还不都是他们搞的鬼？有才，我知道你心里头有苦处，有委屈。有才呀，你可是咱们党的基本群众啊，有事要靠党解决，有话要向党说呀。你可别忘了，你可是贫雇农啊。何支书，老何，不是要开执委会吗？就等你一个人了啊。好，有才，你先歇着吧，我开会去，回头咱们再谈啊。何支书，再来呀。哎，有才，有才，你怎么了？有才，有才，你怎么了？我还算是个什么贫雇农啊。有才，你别这样，有什么你就说嘛。小胡他娘，我挑的黄河也洗不清啊。去年陈瘸子让我往外运走了一船粮食，说是对来的，可谁知道是他们从仓库里偷出来的，我算让他们拉进了个泥坑啊。哎呀，那是上了当了。可是前些日子他们又逼着我运走了一船啊。你我有罪呀。有才，赶快去跟何支书说了吧。我还有什么脸见人呢？要再不说怎么能对得起何支书呢？要不我替你去说。不，我去，我要把陈瘸子老底儿全揭出来。有才叔，有才叔，我正要找你呢。什么事儿？瘸大爷叫你。又什么事儿？你到那就知道了。好，我去。陈广清同志，难道你对陈家门楼那些人就一点儿不怀疑吗？我觉得没什么可以怀疑的。可你就忘记他们是些什么人了？什么人？还不都是队里的干部？我说他们历史上的问题，那人家早坦白交代了。可他们现在的表现又怎么样呢？哎，这个大家都清楚嘛，模范干部，直谦功臣。就说那天吧，下那么大雨，人家一瘸一拐的跑到前面去啊，够劲儿吧？哼，你呀，就是被他们的小恩小惠假吉吉给蒙住了眼睛。我看得很清楚。你虚心点吧，好好听听群众的反应。反映我什么？反映你立场有问题。啊？我立场有问题？我陈广清这么多年来忠心耿耿地为革命工作呀，我立场有问题？严德林同志，你这是故意打击人。我广清同志，你说你什么都看得明白，那我问你，你既然知道陈景一在解放前借着汉奸的势力在城里开过行放过债，为什么给他划成贫农成分，又让他当上了队委呢？你既然知道陈广西过去是三青团，当过匪兵，烂菜花娘家是富农，自己的行为又不正，又为什么让他担任会计保管员这样重要的工作呢？这更重要的是，他们现在干了些什么？你看清楚了没有？广清同志，你不想一想，为什么同是一个大队的社员，在生活上唯独他们家是那么富裕？为什么大队的副业财务
和仓库保管的大权都掌握在他陈家门楼的手里。为什么他们给你出主意让你违反制度私分稻种，又为什么刚刚提出要清查账目就发生了失窃稻种的事情？这些事儿你联系起来分析一下，看看这究竟是什么问题啊。同志的意见你不尊重，群众的反应你不理睬，反而对那些人言听计从，百依百顺。广清同志啊，你好好想想吧，这小陈庄的印把子究竟算在谁的手里啊？广清同志，你是个老党员了，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，要我们不要忘了阶级，不要忘了阶级斗争，可你偏偏就把这最重要的事情给忘了。群众反映你立场有问题，难道这还冤枉你吗？广清啊，老何这些话你可要好好的想一想啊。老何，叫我好好考虑考虑。何支书，哎，老何，仓库查完了，这稻种少了3000斤呢。啊，3000斤。何支书，何支书，有才没来吗？何支书没有。何支书，我看有才叔一个人往黑嘴去了，不知道干什么。啊，何支书，黑嘴，我刚才看见陈景林和广西鬼鬼祟祟到黑嘴去了。哎呀，不好了，苏芳，有才，大帅，婉玉，桂生，你们赶快乘条船在当面等我。好。广清同志，你再考虑考虑，回头咱们再谈。老爷，走走。哎，老何，等着我。有才叔，有才，有才叔，有才，有才，哎，怎么没有啊？哎，广西，你看，这小子变卦了，带来没有？你要把船撑到哪儿去？我要把它撑回去。撑回去，你想的倒好。你看这什么？你们要干什么？你要不沉，我就用它把船沉掉，连斧头带稻种一起沉到水里，然后我到政府去告你，我是人证，这斧头是物证，你沉不沉？我不沉。广西，沉。广清，你这个坏蛋，怪我陈广清瞎了眼了。陈景怡，你还有什么花招？抓住来，抓住来，看你往哪跑。好，把他们押回去。何支书啊，何支书，何支书，我求求你，你不看僧面看佛面，看着景怡也为革命流过血负过伤啊。呸，算了吧，你们还想骗人呢。乡亲们，他那条腿是那年去支援前线，他怕死逃跑，自个儿摔伤的，还冒充功臣呢。就是，何支书，我有罪呀！我帮着他们偷运了稻种，上了他们的当，还给他们瞒着这个见不得人的事儿。
我对不起乡亲们呢。亏心呐，亏心呐！队长奶奶，算了吧。过去。稻种原来是他们偷的。呸！老何同志，我错了，请党给我处分吧。更重要的是，要记住这次的教训呢。在这一片欢乐的歌声中，却有一个角落显得特别冷清。这儿风车不摇，船儿不动，麦苗被积水淹没，沤田里无人耕种，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？队长，上工的人还是不多。真糟糕，人家队上是活龙活马，咱们队上冷冷清清，照这样下去，这生产任务怎么完成？这个队真难搞啊。哎，社员们一个比一个落后，依我看，也不能单怪社员落后。眼前正是青黄不接，谁还有心下田出工啊？大队长，你就别犹豫了。瘸大爷不是说了吗？只要把粮食往下一分，管教人人高兴，个个干劲冲天。广西啊，这粮食可是稻种了。要是分喽，将来下秧种子不够怎么办？唉。只要是把社员的干劲儿先鼓起来，肥鸡够了，田整好了，到时候缺少稻种，公社还能撒手不管。这事儿还是等何支书来了再说吧。嗨，谁知道他哪天能来呀？眼前就没人出工啊。广清，哟，队长奶奶。广清，看你这人，忙的饭也顾不上吃了，走，快回家吃饭去。哎，等等，瘸大爷带给你的。哎呀，省着我跑腿了。乖乖，多漂亮啊！不错不错，给咱小宝做的衣裳多好看呢。你哪有钱买这个？钱大爷给垫的呗。哎，自己没钱嘛，又买什么衣料？呵，贱妈衣料子有什么了不起？等你有钱还他就得了呗。好吧。请坐，请坐。好，老何，坐下，坐下。请抽烟。有有有有。何支书连颗香烟也不肯抽，
真会当家过日子。是啊，咱们小陈庄有何支书来当家，一定是五谷丰登，六畜兴旺，各行各业大跃进呐！啊，何支书一进了村就到瘸大爷家了，打酒。广玉，你们干什么去？欢迎何支书。哎，早来了，在瘸大爷家坐了老半天了。怎么到那儿去了？你看，打酒，准备给何支书接风。哼，还等着欢迎呢。走，看看去。走，走。会计，会计，我们到处找你啊。什么事？这粮食还分不分了？依我看，这粮食还是不能分。这是稻种啊，主要是因为沈园生活有困难，生产劲头不高。哎，何支书，这也是万般无奈才丢掉了死法，想出这活法来。这样做跟沈园商量过吗？党关心群众生活，沈园当然高兴了。所以对于会研究过没有？虽说没有开会研究，可像瘸大爷、陈会计，他们是极力赞成啊。哎，广庆同志，这稻种分下去了没有？本来嘛，大队长想等你来了再说，后来大家等不及了，条子已经批了，准备马上就分。哦，既然这样，还是等队委会研究研究再说吧。研究？对。还是何支书想的周到，广庆，咱们应该好好向何支书学习呀！啊，广庆，走，咱们到大队部去看看。哎，菜花，哎，闪开，闪开，瞧，闪开，还有菜呢，这家里瞧瞧，这干什么？走，不，这是咱们会计陈广西同志，工作很积极啊。何支书，咱们进去看看去。又大鱼大肉的吃上。走吧，走吧。猴子没走，又来个姓孙的。何支书，要下雨了，正好吃完饭就在我们家住吧。不不不，不麻烦了。老何，来，快坐，快坐下，快坐下。何支书，请坐嘛，别客气。行吧，行吧。老何，来，快来吃吧。坐吧，坐吧。这是特为我准备的吗？家常便饭。你们家这个生活可真不错呀、啊。就是他，你也准备准备。徐大爷。陈大爷，那姓何的马上就到。知道了，条子发的怎么样了？哎，叫老严头炒的没发完。没发完？那稻种分不下去了怎么办呢？那就索性等姓何的来了再说，他同意分稻种，以后就好办了。那他不同意呢？不同意，我就要先摆个难字给他写，叫他在小陈庄站不住脚。小陈庄的印把子还是掌握在我们的手里。广西啊，你赶快去找大队长，叫他一定要把何文进请到我家来。好，等等，彩花，把酒瓶子给他。哎，你打上一瓶酒，等姓何的一进大门，你就拿着酒瓶子在庄上这么一转，叫大伙儿知道今天我家请客，请的是何支书。老何，是你呀？啊，广庆，没进村就干上了。老陈呐、啊，你看这麦田里积了这么多水，要是再下场雨，咱们这麦苗可就完了。不要紧，赶明天派几个人把水放了就没事了。走吧，快进村吧。来来来，我来。咱们队的工作不好搞啊，老何，你来就好了。哎，有事咱们一通商量嘛。哎，咱们到这儿坐坐。这是谁家？大队委员陈景仪家，他工作很热心，对队的情况也很熟悉。走，咱们一块儿谈谈。这房子可真不错啊。贫农，解放以后才翻的身。哦，广清啊。这位是，哎，我介绍一下啊，这是队委陈景仪，哦，这就是何支书，哦，何支书，
欢迎你啊。曲大爷，慢一点。怎么，你的腿不大方便呐？腿不灵了，在解放战争的时候支援前线挂了点彩。哦，没什么。哎，他还是我们小陈庄的一位功臣呢。不敢不敢。听大队长说你对队里的工作很热心呢。哪里哪里，替咱们贫苦农闹翻身，跑跑龙套。请到我家坐吧。哎，广清，咱们还是到大队部去吧，这儿比大队部安静。老何，走。请吧。哎呀，何支书，我们真是欢迎你呀。这是我的爱人。这是我们模范仓库保管员蓝彩华同志。屋里坐。这算什么？钱大爷不是外人，什么事儿你都管。走。大队长，大队长，这分稻种的事儿。分稻种？哦，是这么回事儿。眼前不是社员们生产情绪不高吗？钱大爷出了个主意，想分点粮食，鼓鼓干劲儿。哎，这可是个好主意啊。是啊，钱大爷整天就看书看报，对时事政策了解得一清二楚。这几天报上不是一再强调要关心群众生活吗？咱们这么办也合乎党的精神呢。再说无论谁来也得发动群众先搞好生产。就是，还是钱大爷懂得多，哪次不是人家给你出主意想办法呀。广清啊，沈源不下地干活确实也是个大问题。广西，
您就斟酌着分一些吧。好。素芳，啊，怎么回事？走，咱们看看去。陈会计，我家最困难了，你是知道的。我家更困难，穷得连老鼠都啃房梁了。哎呀，没想到这回分粮人人有味儿。陈大木，会嫂，陈广和，会计，啊，会计，会计。要分什么粮？哪来的粮食啊？咱们仓库里的。什么？要分稻种？这什么时候决定的？刚才大队长决定的。广西啊，这分稻种可是一件大事，队委会也没讨论呢。是啊。还是等何支书来了再说吧。严大伯，何支书什么时候来呀？刚才在镇上我碰见他，他说今天准到。景怡，嗯，景怡，新派来的何支书今天就到啊，来得好快呀！你准备好了？早准备好了，走。你看行吗？这床太显眼了，还是先用那床普通花布的，等他躺下来。再换上这床缎子的也不迟啊。听说姓何的不好斗啊。不要紧。彩花，啊，快把我那件破褂子拿来。哎，这件儿。